给大家看一下裤子，这个之前也有介绍过，卖得很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调整扣哦，是调整扣的部分。调整扣我再教大家怎么调，就是你可以依你的舒适度去做调整，它整条松紧带都是有打洞的哦，所以你可以依你的舒适度去做调整，然后到后期肚子大一点的时候就是慢慢放，松紧带的部分是坐在里面，对，然后其实你就可以藏起来，你不会觉得放在外面会掉在外面很难看，然后空间也是整片都是有弹性的、哦、对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短裤都可以，像我可能可以拿大一个尺寸，就是穿起来有点宽宽松松，这样看起来其实会比较显瘦，对，你不要刻意穿这样子很合，就会显得大腿好像很胖，就你可以拿大一点点的尺寸，对，穿起来比较舒服，对，然后也比较显瘦。肚子拿掉，其实这个产后穿也是超级舒服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，我不知道欸，生完小孩后啊，我觉得好像就不太喜欢紧身裤欸，像我现在就不爱穿紧身裤，对，然后裤头很紧的也不爱，所以像这种都还可以继续再穿，对，你就可以调稍微合一点，其实它都还是有弹性的，然后穿起来就很舒服，产后穿其实也很好看，对，裤子有分尺寸哦 ，KK 吗？完全不会，不会 KK。